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司机频道。大家可以看到标题了，我们直接我就不废话了，直接那打开 YouTube。首先第一个关键词，这里边有好多，具体这个关键词的什么意思，大家那老司机都知道。第二个，大家搜这个关键词，看到这个画面以后应该就明白了。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大家自己看这个关键词，我就不多介绍，给大家大概拖一下看一看，到时候会打马赛克。这个下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其实还有，这个也挺关键的。其实大家没必要在YouTube 里头搜这些，在别的地方搜也是一样的。还有一个。好了，大家自己暂停了，慢慢的记这些关键词吧，我就不废话了。最后希望大家订阅一下老司机频道，订阅老司机不迷路啊。